大爷，您下雨了还不回去啊？不抢钱了。这个芋头是怎么卖的？25，一斤呢、啊嗯？这些有多少？20来斤，50块钱卖好了。不下雨卖50块钱。您今年多大年纪了？17、18。自己种的吗？嗯，种了几亩？8分地。都卖了才卖50块钱，下雨还在这等着了。这不淋雨咋办？大爷，种这8分地一年能挣多少钱？4000块钱，毛着。毛着，再刨除那个成本呢？3000块钱。也不容易啊、嗯。有退休吗？我退休，我还就是老人家退休去了。老年金有吗？人这个月130块钱。我要都要了的话，这些得多少钱？多少钱？俺20块钱。大爷，我给你50块钱，你把这些都给我打包了吧。不是，我现在老软，我问你要不要啊？没事，大爷，这50块钱就给你了。我挣钱比你好挣啊，你早点回家休息啊，大爷。下挺大雨，太不容易了。哎呀，这不容易，都不容易啊。好，谢谢大爷。你回去路上慢点，大爷啊。我这真是软。哎，不，你别给我了，你回家就行了啊，休息了吧啊。再见，大爷。啊。